大黄，你这段时间都干嘛去了？啊，就在录专辑。又录新专辑了？对对对。你录好了吗？个人 solo 的吗？对对对。哇，那个在录这次的歌很好。哦，有你自己写的歌吗？有有有。哇，太好了。在才华有才华。我去迪拜。啊。其实大华，你不要叫刘宪华了，你就干脆叫刘才华。刘才华，哎，刘才华，刘才华，我是刘才华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有才华，所以我叫刘才华。刘德华，哎，刘德华也可以。刘德华的名字听起来略微耳熟，对，就略微有点就。大华，你是在温哥华对不对？多伦多，多伦多，多伦多冷不冷啊？冬天也很冷、啊。那里很冷，零下二十几度。对啊，叶子也都掉光了嘛。对对对。所以冷对你来说是没什么。哦、no， 我不好，很怕冷，很怕冷，很怕冷。那热你怕不怕呢？啊，热也很怕。我要这孩子有何用？真的是，也怕冷也怕热。饿着行，饿着不行，吃饱可以。